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现身安徽，要视察当地的灾情，但是就被吐槽哦，这画面看上去怎么风和日丽，洪水都退了，你才来，根本就是马后炮。那么还有眼尖的网友就抓包了，现场的灾民居然是临时演员，找当地治安大队副队长假扮成小老百姓，难道是把全民当傻子？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，斗了几千年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8日到安徽慰问洪水灾民，展现深入民间的一面。但一张关美照片却被网友抓包。站在习近平面前抱着小孩的妇人，竟然和当地治安大队副队长长得一模一样。地方官员以各种表演的方式来对待这种视察。 其实已经在地方是一个惯例。虽然找林彦充场面在中国已不是新鲜事，但习近平报道中强调自己一直牵挂着灾民，没想到实际上牵挂的竟然是林彦。 宛如动画《神隐少女》真实版，轻轨电车行驶在一片汪洋之上。第四波洪水才刚退，第五波洪水又来袭，让四川重庆市区街道全被泥水淹没。我感觉能不能再大点儿戏啊？你证明第一，他就说了，他说你，他在打的时候，他开始的，他就是说的是我不能看到队友。水位超出警戒线，民警忙着疏散民众，却发现一名男子在水中死守电脑，坚持不出卖队友，最后被强制带离家中。入到三峡库区，那么现在的除了四川启动史上第一次一级防汛应急响应，三峡大坝也将迎来完工以来最大洪峰。今年7月面对最大洪水时，只开启3孔泄洪，这次急开10孔泄洪，汛情严重程度恐怕超乎想象。三七五零报道。